字，包括泰国，哎，包括金矿，三纲五常，三纲五常，五伦八德，五伦八德，很多，真多。那么最重要的呀？相重要的，就是，就是八德，就是八德，八德，八德，大家都清楚，大家都清楚。孝悌忠信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礼义廉耻，大家听好不？大家听好不？人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伊是一个正人君子，八德都做得很好，八德拢做真好，八德做不好，八德做不好，就是不够分量，啊，就无够分量，不够重，无够重，人格不健全，人格不健全。拿这个孝来说，提这孝来讲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家拢知呀。孝顺父母是好事，孝顺父母是好代志。可是有多少孝子呢？但是有偌济孝子呢？你们今天在位的，你今天在位的，有没有人称赞你是孝子？有人称赞你是孝子不？有没有称赞你是好儿媳妇？有人称赞你是好媳妇不？有吧？有吗？有人给你学路吧？有人给你学路吗？学路，有人给你学路牙手。有人给你学路的牙手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啥人牙手？有吧？什么人牙手？哎，哇，还不错啊。哪个袂歹？你敢举手的话，你这个人都不错。你哪敢牙手？你这人都袂歹。啊，一定是不错。一定是袂歹。啊，体贴妈妈爸爸。体贴。爸爸妈妈有东西都想到爸爸妈妈，哎，有物件拢想到爸爸妈妈，有好衣服都看到妈妈有没有？啊，有好的衫都看到爸爸妈妈有无？妈妈有病，赶快去关心她。妈妈有病，赶紧去给她关心。这个药别人抓的话都不放心。这药别人抓了不放心。先走。放在送给妈妈手里边，亲手放在这个妈妈的手里底，她喝下去，一啉落去，我们再放心，让她放心，这才叫尽人子之道，这才叫做尽人子之道，这才叫有一点说还可以说是孝，这靠一旦讲够一点嘛是孝。您这位先生，你这位先生，刚才我讲这个你都有吗？头拄仔前讲这你拢有无？有啊。不简单，哎，不简单。你敢讲都很好，敢讲就真好。啊，这很难得呀。哎，真难得咯。他的父母就有幸福，安尼伊的爸母就幸福，就一定很感觉到很温暖，一定感觉真温暖，很高兴，真欢喜。那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没有啊？俺家年轻的拢无。啊，妈妈有病也不管他，妈妈有病也不改管。我们吃的这么好吃，咱吃遐好食。妈妈吃的不好也不管他。啊，妈妈吃不好，咱也不改管。这都不谈到孝，安尼无谈到孝。啊，那么现在呢？今嘛呢？我们先研究这个孝。咱得先研究这个孝。这个孝应该怎么做？这好应该要哪做？才叫做孝子。哈，叫做孝子。啊，我就是圣人说的话。哎，拢是圣人所讲的话。孔老夫子。孔老夫子。教导弟子。教导弟子。看孔老夫的弟子哈。从孔老夫子的弟子。七十二贤。七十二贤。你们要看看了解一下哈。咱们了解一下。里边很多都是孝子。内底真侪拢是孝子。所以圣人常常说。所以圣人时常讲。孝悌也者。孝悌也者。其为人之本于。其为人之本也。其本乱而末治者否也？其本乱而末后后也？以而末治者？其本乱而末治者？比较后也？你这个人根本都乱了。你这个人根本都乱，孝悌都没有，孝悌都无。你还想做一个又接又支持又知理的人呢、啊？我想要做一个低这个低气的人。不简单。不简单。孝是最要紧。所以好是想要紧，我们想一想，咱想一想，每个人，每一个人，父母所生，那是父母所生，父母所养，父母所养，父母给我们的，父母给咱的，所以身体发福，所以身体发福，受之父母嘛，受之父母。那么当初我们妈妈，当初咱的妈妈，怀胎十月，怀胎十月，妈妈苦不苦啊？妈妈苦不？会艰苦不？会艰苦不？很苦啊，真艰苦啊，尤其今天。太太们哈，尤其今仔日太太们，你们都有，你都做过妈妈，你拢做过妈妈，你养儿才知父母恩呐、啊，你养儿才知父母恩呐、啊，你有了儿子女了，
伊有理理啊，他知道父母对我们的恩多么大，他知道父母对咱的恩有多大。女人，所以女人做妈妈的，做妈妈在生产那几个小时，在生产那几点钟最苦，上艰苦，而且是最危险，也是上危险的。如果一个难产，难产就死掉了，就死去呀。那英国上说，在英国找丁广告，女人，太太哈。太太生产死掉，生产死去，这叫污秽的三光，这叫做污秽三光，他有罪，有罪，你就觉得很冤枉了，哎，真冤枉啊。那我们今天在位的呢，咱今天在位很幸运，真幸运，妈妈将我们生的时候，妈妈感谢时尊，可能都是很平安，都真平安，母子平安，母子平安。我们出世以后，咱出世以后，妈妈就开始负责任，妈妈就开始负责任，起码起码要三年如福，爱三年弥补，三年三年，妈妈最幸福，妈妈想干苦，微湿就干，微湿就干，关心我们冷，关心咱冷，关心我们热，关心咱暖，关心我们饱，关心咱饱，关心我们饿，关心咱腰。所以圣人说过，所以圣人讲过，如保赤子，如保赤子，心诚求之，心诚求之，虽不重不远矣，虽不重不远矣。做妈妈的用爱心呐、啊，做妈妈的爱心，哦，无微不至，无微不至。小孩哭了，你哪哭啊？妈妈就要研究，妈妈就爱研究，诚心诚意要求他，哎，诚心诚意该求，就是研究他，那该研究。哎呀，孩子为什么哭？啊，你哪嫌哪哭？赶快给他吃丁。得赶紧给他吃丁。吃丁了还哭？吃丁都哭。哎呀。大概穿衣服多了吧，啊，可能穿衫穿多，给他烫掉，啊，就给他烫掉，烫掉还哭，啊，烫掉搁哭，哇，大概是有病了，大概是有病啊，赶快送到病院去，赶紧给他送到病院去，就是做妈妈的爱心呐、啊，这是做妈妈爱心，时时刻刻，时时刻刻，就关心这个孩子，拢关心这个囡仔，大家听好不？大家听好不？三年呐、啊，三年，孩子很难带。真歹带，囡仔真歹带，常常有病，时常有病。你看，那个太太们哈，太太们，小姐时代，小姐时代，你们都回想一下，您回想一下，穿什么衣服，穿什么衫，头发是怎么样，头发是安怎，脸是怎么样，面是安怎，房间是怎么样，房间是安怎、这个想一想，家己想一想，一个人嘛，一个人照顾自己太周到了啊，照顾家己真周到。那么出结婚以后，结婚以后，三年以后，三年以后，一个孩子，一个囡啊。四年以后，四年以后，两个孩子，两个囡啊。你看你们这太太们，哎，这太太们为了孩子，为了囡啊，靠自己都不照顾，家己拢无照顾，偷也不是偷，头也不是头，脸也不是脸，面也不是面，衫也不是衫，衫也不是衫。你看你们的烫死变成怎么样子？你的烫死变成什么会？打开一看呢、啊？泡开一个看。哇、哦，小孩的尿布啊！啊，囡仔的尿布。小孩的破衣服啊！啊，囡仔破衫。什么拢有？什么会拢有？那个气味真歹。气味真歹。房间里乱七八糟。啊，房间内底乱七八糟。自个出来哈。啊，家己出来。后边纱巾的衣衫都穿落去。啊，家己后边纱巾衫都穿落去。嗯。那个扣子呢？点到掉连也不知道。哎，这个扣，这个溜哦，啊，点到溜你也不知啦。就跑出来了。啊，就造出来。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你是心不在焉了。你拢心不在焉。心都在孩子身上。心拢在这囡仔身上。妈妈的母爱呀、啊。哎，妈妈的母爱。太伟大。真伟大。太疼囝。啊，好不容易。啊，真不容易。我们母亲。那你妈妈。将我们带到六七岁。把咱带到六七岁。那个时候。哎，那个时阵就带着我们去念书，就带咱去读册，不受教育是不可以，不受教是袂使。那个我们小学时代，咱小学时代，妈妈又是怎么样？妈妈阁是安怎？送我们念书，送我们上学校，送咱去学校，又回来接回来。啊，等下阁咱接等来。每天都是这样子，每一天拢是安尼。你们回想一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咱回想者是不是安尼？妈妈是不是这样子？妈妈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父亲容易不容易？父亲容易不容易？父亲很不简单。做父亲真不简单。不管是士农工商，不管是士农工商，都是早出晚归，都是早出晚归，奔波劳碌，奔波劳碌。你看你们那外边的欧多麦，啊，看我看欧多麦，那个男人很可怜的，男人真可怜，为了孩子，为了家里，为了家庭，为了家庭。有时候下雨淋的，哇，都是一身。有阵时啊，落雨啊，啊，甲一身躯啦。那真是
都是为了儿女，都是为了儿女，赚了一天赚了几百块钱，一天赚几百块，拿出去生活啊，好生活啊，给孩子啊，好囡仔。那么好不容易呢，真不容易呢，做父母的，做父母的，栽培儿女，栽培儿女，由小学读小学到中学，到中学，中学到中学，到高中，到高中。今天你们这个签到哈，今天恁签到都不是大学毕业，拢不是大学毕业，高中、国中、高中、高中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听有听无？听有听无？你们受的教育不高，你受的教育不管，是谁的事儿？是什么人的代志？也可能是家境不好，可能是家境不好，父母栽培不了了。哎，父母无法度给人栽培，重要啊，上重要啊。你自己不上进，咱家己无上进。你看外边很多工读生嘛，啊，外口真济迄个工读生啊，半工半读吧，半工半读。早上去他去读册，早是去读册，暗不是早上去做工，早是去做工，暗是查一间铺，下暗是读夜间部，那是可以大学毕业，那是当大学毕业，都在乎自己，拢在乎咱家己。不管是受了教育多久吧，不管是受教育多久，反正父母也不会阻止，反正父母也袂甲咱阻止，是个人事情，是个人的代志。因为优出生。所以有出生到20岁，到20岁啊，位置成年，位置成年都是大汉了，拢大汉了。到了20岁，到20岁，我们大家想一想，咱想一想，这20年的中间，这20年的中间，父母父母给了我们多少？给咱偌济？给了我们太多了，给咱太济。一方面来说，一方面来讲，欠父母的恩，欠父母的恩。一方面来说，一方面来讲，我们欠父母的债，欠父母的债。什么叫做恩？什么叫做因？父母父母生我们，生咱，养我们，养咱，照顾我们，照顾咱，关心我们，关心咱啊，一切一切，一切一切都叫做恩，拢叫做因啊。这种父母的恩啊，父母的因，我们杀身难报，咱杀心难报。一方面来说，一方面来讲，欠父母的债，咱欠父母的债，欠父母的债，欠父母的债，终身难还，用心难还啊，你还一辈子还不完，还一世人拢还不完。什么叫做债？什么叫做债？我们吃父母的饭，咱吃父母的饭，20年，20年，穿父母的衣服，穿父母的衫，住父母的房子，住父母的厝。啊，父母给我们医药费，哎，父母给咱医药费，给我们教育费，给咱教育费，一切的杂费，一切杂费，20年，20年，息加息，利加利，哎，息加息，利加利啊，倒头做会，倒头做会，有多少钱？有偌济钱？你们这签到有没有给你算算？你这签到，你有给你算算的吗？我这钱，我这钱不算，不算。我给你们算过哈，给你敢算过？我们这个新台币，那新台票，台票哈，台票。那现在的来说哈，按现在来讲，安怎省？安怎省？也要80万，嘛爱80万。你那太太有没有算？您太太有算吗？有80万，哎，80万，点点滴滴呀、啊，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，啊，给它积累起来，80万，80万，我们经济不错的，咱经济不错，100万，120万，100万，120万，听吧？啊，听不？那个，你说80万、100万多不多、啊？您讲80万、100万有多不？相当多呀。哎，相当多啦。啊，比如说。比你讲。一个老太婆，一个老太婆，70-80岁，70-80岁，她身边有100万呢，伊身后边有100万，去放银行，去放银行，一个月，一个月，还可以拿7-8千，拿多少？一顿摕偌济？利息多少？利息偌济？100万一个月，当偌济利息钱头呢？8000块啦，8000块，够8000块，放在银行里每个月贴利息啊。放银行每个月提利息1000块，哦，8000块。放民间高利贷，放民间的高利贷，啊，可能性，放200块。我是没放过，我怎么这样啊？这你没看过，不知呀。2万块，2万块。你们大家想一想，你想一想，一个老太婆，这老太婆每天不是每个月哈，每个月到银行取利息8000块，每个月银行提利息8000块。是不是真快活？是不是真快活？真好命，真好命。有没有？有吗？你想吃什么都有。你想要吃什么会拢有啊？日本剃头可以啊。要去日本剃头嘛会使。真好命。真好命。可是你看看你的妈妈。
但是你看看你的妈妈，现在身边还有100万吗？这现在边还有100万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无啊，都光无啦，拢无，都好你们囝，拢好咱囝，好查囝，拢好查囝，家己都空了，啊，家己拢空啊，要是没有什么，啊，要爱啥拢无啥货。我们想一想啊，咱想一想，20岁以后，20岁以后，人生就要转变了，人生就要转变，你不永久是小孩，你无永远是囡仔。20岁以后，20岁以后，要立业，叫做立业，要创业了，爱创业，假套路，爱假套路，做生意，爱探钱，爱探钱，然后要结婚，爱结婚，啊，立业再结婚，立业再结婚，那么结婚以后，结婚以后，男孩子变了。男孩，查甫就变。10个男孩子。10个查甫的。查某了。查某以后。会变8个。拢爱变，有变八。变八个。变八个。老人说过。老人讲过。娶的媳妇忘了娘。娶了新妇，袂记哩阿娘。这是老人他们开会啊。这是老人因开会啊。研究啊。爱研究的。人心很容易变。人心真容易变，人心很容易受人的左右。人心真容易受人的左右。男孩子，查甫囡仔，受太太的左右太多了，受太太的左右太多，家己控制不了了，家己控制不了。太太讲什么都接受，太太讲啥拢接受。常常跟你讲，时常跟你讲，妈妈不好，妈妈不好，爸爸不好，安那不好，安那不好，安那不好。你听长，日久天长了，你日久天长，就感觉你妈妈真不好了，就感觉你妈妈真不好，爸爸真不好，爸爸真不好，就变成不好了，就变成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那你的态度都变了，对你的态度都变，你的态度都变了，啊，你的态度都。妈妈多讲两句啊，妈妈给讲两句，你不高兴你就不欢喜，再讲两句，再讲两句，你就发脾气了，你就发脾气，啰啰嗦嗦了，啰啰嗦嗦，老会有这款型的啊，老会有这款型。你说儿子这么讲，你讲囝来讲，妈妈这么感受，什么感受？感慨不感慨？感慨不感慨？你们说感慨不感慨？会感慨吗？感慨，会感慨，一定感慨，一定感慨。那就开始痛苦，就开始痛苦，要受气，爱受气，这叫受精神虐待，这叫做受精神的虐待，那很苦啊，爱真艰苦。所以讲啊，所以小弟讲，冷饽饽冷饭好吃，冷碗冷饭，什么冷碗？冷饽饽呀，就是我们大陆的冷馒头了。哦，冷馒头了。冷馒头，冷饭，冷饭哦，冷馒头，冷饭啊，好食，好食。冷言冷语最难受，冷言冷语真难受啦。冷面孔最难受，冷面哈，这真难受啦。真歹，真啊，真艰苦就对了，真艰苦就对啦。听有听无？听有听无？那你妈妈爸爸常常看你的冷面孔，恁爸爸妈妈时常看你的冷面。常常看你的冷言，听你的冷言，时常听你的冷言，那就开始受罪了，就开始受罪。妈妈有钱没关系啊，妈妈有钱没要紧，自己过活啊，自己过活。如果没钱怎么办啊？若没钱要怎样？没钱你要养他啊，变成你爱代替。那妈妈接受的东西怎么样？妈妈接受的物件是安怎？那就开始受折磨，就开始受折磨。你看现在一挂老阿婆呀，现在一挂老阿婆都是三散。是吗？拢是嗨嗨，拢是嗨嗨，哎呦，掉眼泪呀！哎，流目屎啊！看成这样子，啊，拢是像安尼，都是叫儿子跟儿媳妇折磨的，拢叫囝甲新妇家折磨的，真歹命，真歹命，是不是歹命？是咪歹命？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？啊，这边变哪样？你如果对他有信心，你若对他有信心，想修道半道，想要修道半道，开始，做儿媳妇的，做新妇的，要孝顺婆婆，爱孝顺婆婆，孝顺公公，爱孝顺公公，做人家孝儿子的，叫家里，你想修道，想要修道，孝顺父母，爱孝顺父母，这是起码的，起码，我们应该怎么孝？变哪好？孔老夫子说过，所以孔老夫子讲过，教给我们了。5种孝的孝，大家换成念一次，大家给它念一遍。一，以家地基敬，养殖地基乐，培植地基优，松家地基爱，坐植地基扬。这是孔老夫子教过他的弟子，这是孔老夫子教
予伊地主。孝敬上游。孝敬孝敬顶顶管有。现在流传呐、啊，好两千多年。即马流传两千多年。很多人在读。真侪人在读。那么读过四书五经的人。读过四书五经的人。啊，很多人呐、啊。真侪人。都是孝顺不错。拢是孝顺袂歹。啊，那个我们应该呀、啊。咱应该呢。这么去做。对家去做。虚者治其境。积德，积德必积天。跟父母相相处。到父母相处。做做做会。做会。你对你妈妈。咱对咱的妈妈。对你的爸爸。对咱的爸爸。要恭恭敬敬。爱恭恭敬敬。讲话。讲话。满面春风。满面春风。啊，要含笑。爱含笑。要笑，要很高兴的样子。爱真欢喜的形。听话。爱听无。尤其你们做人儿媳妇的，尤其咱做人媳妇的人，尤其你有掌权的，尤其你有掌权的，那个面型还较好看的，哎，面型还较好看。哈，这个面型好看呐、啊，这面型好看，这是一种布施啊，啊，是一款的布施，人家对方很高兴，让对方真欢喜。对这个面型不要吝啬哈、啊，对这个面型唔当迄落唔当欠呐，就说这不需要花钱，当当真呐。不要，这是不是不需要花钱的、啊？这是免开钱的。跟妈妈一讲话，对妈妈讲话，先高兴，欢喜，满面笑容，满面笑容。早上起来，早起起来，问好，问候，妈妈早，妈妈早，爸爸早，爸爸早。早上困了好不？早没困了好不？这两句话免钱，这两句话免钱。那你父母很高兴，你爸母真欢喜。大家有没有做呀？大家有做不？都没有，拢无，拢无，拢无做，拢无，拢无。早晨起来，早起起来，第一眼看到父母，第一面看到爸母，你也不讲话，我也不讲话，你也不讲话，我也不讲话。那个早晨气氛是怎么样？这早起气氛是安怎？你不信，拿个照相机照一下。你无相信，摕一个翕相机给翕一下。你们那个家里环境？这家庭内底环境。谁也不理谁。什么人也无吵，什么人？真歹看得着，真歹看得着，听无？爱听无？我们要改变环境啊！咱来改变环境。早晨要问好，早起爱问好。晚上，暗时。啊，对父母要请安。对父母爱请安。妈妈休息吗？妈妈休息吗？啊，你给恁妈，你给恁父母啊？你甲你的父母帮助你的事情，帮助一寡代志。蚊帐啦。网单啦。被啦。被啦。滚水管啦，滚水管，给他帮忙一下，该帮忙的，然后再问一声，然后再问一声，你休息吧，啊，你休息啦，晚安，啊，晚安，好，明天再见，明天再个见面，啊，这样子啊，安尼呢，你妈妈很高兴，是真欢喜，这个不需要钱，这不需要钱，应该都做得到，应该拢做得到，儿媳妇都可以做到，媳妇拢做得到，听吧，听吧，嗯，那么养者是其乐。养子弟弟咯，你供养父母，你供养父母，正是报恩还债，是咱报恩还债，叫你父母高高兴兴，叫咱的父母欢欢喜喜，人生最大的快乐，人生上大的快乐，是天伦之乐，是天伦之乐，养儿方老，养儿方乐，积谷方饥，积薄养饥，充饥，啊，那么叫你父母快乐，叫你父母快乐，就说他爱吃什么，你给他做什么，伊爱食什么货，你给做什么货。爱穿什么给他买什么，爱穿什么货你给他买什么货，爱钱你就给他钱，爱钱你就给他钱，这个很高兴，叫他欢喜。你看一个老人啊，一个老人想吃什么也没人管，想要吃啥也没人管，想穿衣服也没有，想要穿什么啥也没有，儿媳妇都不差，怕媳妇都没给他插，这个就没有快乐了，就没快乐了，很痛苦，真痛苦，听话，听吗？病者治其忧，病者治其忧，父母有病了，父母有病，一定要烦恼啊，一定爱烦恼，赶快带他去看病，赶紧出来去看病，去检查，去检查。我们小时候，咱细汉时阵，我们有病，咱有病，父母对我们是怎么样？父母对咱是安怎？现在我们是报恩了，咱今麦是报恩啊，要注点意哈，爱注意。伤者治其哀，伤者治其哀。我们父母有这么一天，父母有这一天，是了。是啊，啊，我们俩真正的很痛苦，那真正真痛苦，哭啊，爱哭，这不是假哭啊，这不是假哭，真的哭啊，是真正哭。哎呀，父母死了，啊，父母死啊，没有照顾好啊，啊，咱无甲照顾好，对不起你呐，啊，对不起，我们永远见不了面的，啊，咱永远拢见不了面，有父母在，有父母在，我们
很非常好命，那是非常好命。父母爱我们，疼我们。父母爱人，疼人。父母没有了。父母无啊。再有人爱我们呐、啊。够人给咱爱。那不是真爱。那不是真爱。那都是对待的。那拢是对待。好像是很空虚了。感觉那是真空虚啊呢。没有依靠。无依靠。要大骨头。来大靠直靠。哭完了。靠了。然后。然后。父母的衣服棺材。爸母的衫甲棺木要最上等的，爱上上顶的，这是最后的报恩，这是最后的报恩。然后，出一个大病，出一个大病啊，死后的哀荣，死后的哀荣。那么最后，祭者祭其言，祭就祭其言，祭就是祭祀，祭就是祭祀。父母的生日，父母的生日，父母的死日，的死日，过年过节，过年过节，我们要祭祀，咱来祭祀。父母生前爱吃什么？父母生前爱吃什么会？要改拜什么？就爱改拜什么会？啊，你那天，你那一天要穿着很朴素，爱穿真朴素，啊，要很难过，啊，爱感觉真难过。拜完了，拜完，带着你儿孙，带着儿孙，拜完以后，拜完以后，你呀、啊，你呢？你就给你儿孙要。说一次，你来跟你儿孙讲一摆。你阿公阿妈，生前怎么困难？生前那么困难。他是怎么德性？那是安那的德行。我们不能忘记。那免再别记哩。要继续。爱继续。要诉说一遍。爱诉说一遍。就是你做儿子的这个责任。是咱做家里的责任。五者备矣。五者备矣。这个五种孝能够具备。这五种孝拢会当具备。然后能事亲。然后会当事亲。还可以说呀。可以再讲。哎呀。我还可以啊，我搁会知，我对得起父母了，对起父母。这五种你做不到，这五种咱做不到，你就是不孝，咱就不好。这话听都听无？这款话咱听无？你们大家检讨一下，咱大家检讨一下。五种孝你们都做到吗？五种孝咱都有做到无？有吧？有吧？没有。无。大家都没有。大家拢无。无的话，你感觉惭愧无？无，咱会感觉惭愧无？有吧？会无？的话，哎喂，要不要改变？是不是爱改变？啊、老师师母啊，老师师母，教导弟子，教导弟子，由孝悌入手，就是由孝悌入手。今天我代表师尊师母，今天真人代表师尊师母，啊，替老师师母讲话，替老师师母讲话。下面呢？下边呢？就是啊，五种不孝，五种的不好，我们来检讨一下，咱大家检讨一下。大家注意看啊！大家注意看。孟老夫子说过。孟老夫子讲过。世俗所谓不孝者无。世上所谓不孝者无。是世上。世上。啊，一般人。一般人。嗯，这个俗人呢、啊？哎，小人。有五种不孝。有五种的不好。孟老夫子分作五种等类。孟老夫子分作五种的等类。很清楚啊。真清楚。第一呢？第一。就是堕其四肢。以素鸡，不过父母之养，亦不孝也，亦不好呀。说我们这男孩子，讲咱这查甫囡啊，四肢懒惰，四肢咱笨惰，笨惰，头脑简单，头脑简单，静禅不去静禅，静禅不去静禅，地处拢快断不掉了，地处拢断不掉，不爱地处静禅了，俺不爱地处静禅，那还是没关系啊，俺个不要紧啊，以后他没来要做工啊，你也代表爱来做工，做行李啊，爱做行李。刚也做不好，刚好做不好，行李不要做，行李也不要做，这是怎么办？爱变哪样？这叫游手好闲，这叫做游手好闲，无业游民，无业游民，嗯，糟糕了，哎，就害啊，每天浪费时间，就浪费时间，不能在家里边，不必要在厝内底，吃梅配硬菜，吃梅配硬菜，你也不管他，你也不该管，这叫。不顾父母之养，这叫做不顾父母之养。这种男孩子，这块查甫囡啊，列入第一不孝。第一种不好。听有听无？爱听有听无？第二呢？第二，我亦好饮酒。我亦好饮酒。不顾父母之养，不顾父母之养。二不孝也。第一不好呀。有一种男孩子，有一款的查甫囡啊。啊，破。破。就是绑药。就是绑药。易。易。就是下棋。就是。这个家棋，这
这个献血不是坏事儿。这押金是歹代志。这叫消遣。这叫做消遣。现在工商业社会。叫社会。工商业社会。工商业社会。你不进步。你无进步。一日千里。一日千里。赶不上时代。赶不上时代。你拼都拼不起。你拼都拼不起。我们哪有清闲和下棋啊？咱头清闲，搁有通赢棋。啊，那还在这块赌博。搁底下跋筊。跋筊更浪费时间了。跋筊更加浪费时间。跋筊人是君子吗？跋筊人是君子吗？是算正人吗？是算作正人吗？算作君子吗？算作君子吗？跋筊人有人学路吗？跋筊人有人学路吗？哦，拢人咸的。拢人咸啊！九赌无胜家。九赌无胜家。点着跋筊。跌跌跋筊，连财产都输了，连财产都输去呀！说这种人太傻了。这款人还是讲，听不？爱听不？是爱跋筊的人，是爱跋筊的人，就是心不在焉。人心不在焉，父母都忘记了，把父母拢袂记哩。父母怎么样也不管他了，父母爱怎伊也无甲管。这是第二不孝，这是第二种的不孝。第三呢？第三，好货财失妻子，好货财失妻子。不过父母有钱呀，三不孝也，三不好呀。有一种男孩子，有一种的查甫囡啊，很会赚钱，真会赚钱。一个月，一个月，三万，三万，五万，五万，十万，十万。凭我们本事，哎，凭咱的本事，二十万也没关系，二十万也不要紧。可是呢？可是呢？赚的很多，钱赚真多，通通偏私妻子，通通偏私妻子。你看那个少妇啊，你看少妇，年轻的太太啊，年轻的太太。钱愈来愈多，钱愈来愈多，从哪来的？都对来，私心偏见嘛，私心偏见嘛，先生都给他了，钱拢给伊，买房子也是他的名字，买厝也是他的名，银行存款也是他的名字，银行存款也是他的名，金子也放起来了，金嘛也放起来，甚至钻石也有了，而且钻石也有啊，这叫来者不拒，这叫做来者不拒，多多益善，多多益善，这个心是什么心呢？这款心是什么心？对不？这个心对不对？这款心对哦。你们这样子安心吗？你哪里安心吗？想到自己工作没有？想到咱的工作吗？这个你的先生是人家儿子啊？你的先生是人的儿子？是人家栽培出来的？是人栽培出来？是人家孩子？是人的囡啊？你结婚都你自个儿的占有了？啊，你结婚拢你给他占有啊？完全是你的了。完全是你的，人也是你的了，人也是你的，钱也是你的，钱也是你的，财产是你的，在这儿哪里的？这个父母可怜不可怜？对父母可怜吗？白养儿子了，哎，白饲这个儿子呀，都送给人家，拢送给别人去呀，太不公平了，哎，太不公平。听我听不？哎，听我听不？有啊，有。真的，好货财啊。好货财，很会赚钱，真够赚钱。不要完全偏私妻子，唔通完全偏私妻子。我们天理要对良心，咱天理要对良心。你这个钱应该怎么安排？这钱要怎么安排？在我们天津啊，在咱天津天津，老人就是教孩子，老人拢教囡仔。你做事情啊，你做代志啊，天理良心呐、啊，天理良心嘛、啊，忤逆方言忤逆子啊。我叫弘扬，我叫子。孝顺方言，孝顺儿。孝顺弘扬，孝顺囝。这个重因结果呀。重因结果。不要偏呐、啊。唔通偏。怎么做？要哪做？男孩子。查甫囡仔。大丈夫。大丈夫。有理财之权。有理财之权。有理财的权利啊。啊，有理财的权利。听吧。听吧。不要说赚的钱完全给太太。那我赚的钱拢送给太太。自己弃权。大家的弃权呐。这个我们天津可以没有。哎，这是天津是无。在我们台湾呐、啊。在咱台湾、啊。太平等了。啊，太平等。太自由了。太自由。女人的权太高了。女人的权太高。先生赚钱都给太太。先生赚钱拢给太太。人家先生要钱的话，再太太问太太要。啊，但先生要钱，拢给太太讨。我听了这个话啊。啊，真人听这个话。我认为这个男孩子莫名其妙。感觉这查甫囡仔莫名其妙。为什么做男孩做到这种程度？现在做查甫囡仔做到这款程度。不要做人就对了。不要做人就对了。听我听不？啊，听我听不？我因为今天讲话不好听啊。今天讲的不好听啊、哦。不好听是为了你们好啊。啊，不好听是为了你呢、哦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们应该怎么做？那你该哪做？做人爱会晓做。做人爱会样做。比如说，你一个月赚了三万。比如讲，你一个月赚三万块。父母也
不多呀。老北部爱钱无济啦。他们年老年人看钱过看真真大。老人看钱看真大。我们看一千呐、啊，不怎么回事。那看一千块无当一回事。那个老人看到一千哇真大。老人看一千块真大。你赚了三万块。你赚三万块。你给你父母六千块就够。你给你的北部六千块就够。可以吃物件。可以吃物件。可以做赛车。可以做赛车。然后一万块，一万块给太太，给好太太做生活，做生活用，存的钱，存的钱，好太太方便，哦，好太太方便，好他运用，可以运用，还剩多少钱？各剩我这钱，还剩一万四，各存万四，是我们自己的，是咱家己的，太太不要管我，啊，太太唔通管我，是我的钱，这是我的款，我也不会乱用，我袂乱用，藏起来，藏起来，有需要的话，有需要。再用，那他够用。有时候，有时阵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，这是很好吗？这是真好啊，是不是很好？是不是真好？人情天理，人情天理，上下左右，上下左右，我通通照顾到了，我通通拢甲照顾到。哇，大家和乐，啊，大家都和乐，一家都高兴，啊，一家拢欢喜。我们何乐不为呢？那何乐不为？听听无？爱听听无？还有呢？众耳目之欲，众耳目之欲，以为父母禄，以为父母禄，是不孝也，是不好呀。这说的还是你们的男孩子。你讲还是讲查甫囡啊？耳朵爱听，耳康爱听，眼睛爱看，目睭爱看，嘴爱吃，嘴爱吃，爱享受，爱享受。一天到晚呐，一日到晚就是吃喝玩乐，都是吃、饮、佚佗。没有正事儿，拢无正事。日久天长啊，日久天长，靠你的身体都糟蹋坏了，把你的身躯拢糟蹋歹去。这个肝病，那个肾病，这个肝病，这个肾病，大项拢病，大项拢种病。这个病从哪来的？这病从哪里来？小病由你自己不谨慎，小病由咱家己无谨慎，自己伤害，较家己伤着。所以我们真的有病了，那真正有病，就是害着父母的遗体了，都害着父母的遗体。我们的五官百害，那你五官别害，都给我们的，都是父母给咱的，很完全，都是完全，很完整，都是完整，圈而瘦了，这叫做转移受之，我们接受过来了，那个接受过来，你把它糟蹋了，那个糟蹋去。这就不能给交给父母了，安尼不但交给父母，我们保护他，虽然保护伊，身体发福，身体发肤，孝之父母，孝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，孝之始也，圈而还之，转而还之，还一样的交给父母，搁相共个交互，一点没有伤害，搁一点嘛都无伤害，这也是孝道，啊对啊，算作是孝道，还有呢，搁有呢，孝如斗恒。用大性，以为父母，以为父母，不孝也，我不好呀。有男孩子，有这款的查甫囡仔。现在社会上这种人有啊，这款社会的人有。常常你看看电视，时常看电视，抓到了，抓到啊！不是杀人就是害人，不是杀人就是害人，抢人就是抢人，就是骗人就是骗人，这都是男孩子，拢是查甫囡仔。犯了刑事了，犯了刑事，触犯了法律，触犯了法律，一关就关三年十年，一关就关三年十年，要不然枪毙了，啊，不就该枪杀。你说这不自己是害自己？这是不是家己害家己？害到父母，害到父母，难看的要命，真歹看，不敢见人，我都唔敢见人。你说生了这名孩子就糟了，生了这款的囝就惨嘛。啊，所以我们特别小心，所以特别小心，不要误入歧途，唔通恶过入歧途，不要走入黑社会，唔通加入黑社会，不要随便交朋友，唔通随便交朋友，挑吧，挑吧，要小心，爱小心，这五种不孝，这五种的不好，我们检讨，咱检讨，有一样，有一项，就是不孝，哎。就是不好，有两样，有两项，更不孝，更加不好，有三样，有三项，这种罪不可赦，这个罪不可赦，那就糟糕了，那就害啊，拜来一世，那就拜来一世，我们要检讨啊，咱就检讨，有污，就改之，就爱改，污，无，就加勉，那就加勉，勉你自己，勉你家己，千万不要做，可千万不通做，我讲话大家了解吗？哎，前人所讲的，咱大家了解吗？下边呢？下边呢？哎，前人所讲的，咱大家了解无？下边呢？下边呢？还有几种孝？各有几种的孝？嗯，小孝、小孝、中孝、中孝、大孝、大孝、大大孝、大大孝，属于孝的分别。这属于
好的分别。注意一下啊，咱俩注意一下。小小什么？小号是什么会？刚才我啰啰嗦嗦讲那么久，头多少电铃？啰啰嗦嗦跟俺讲很久。这个无效哈、啊。就是五号。属于小号。这是属于小号。这是应该做的。人应该爱做的。这不是特殊啊。这不是特殊的。我们尽量去做。咱尽量去做。口体之养。口体之养。吃的、穿的、住的。吃的、穿的、戴的，父母都没有感觉到不满意，拢叫父母无感觉无满意，他们都很满意，什么会拢真满意？小孝，这是小孝，忠孝呢？忠孝，对母亲之志，顺亲之志，每个父母，每一个父母，望子成龙，那是望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望女成凤。父母啊，父母，都希望我们，拢希望咱出人头地，出人头地，做一个人上人，做一个人上人。现在你们都有没有人是人上人呐、啊？咱拢是不是人上人呢？有吧？有吗？他没有办法。那个没办法。你们还年轻啊。那个年轻啊。志向啊。爱立志向。啊，怕病。啊，怕病。父母叫我们呐、啊。父母希父母希望咱。工厂。叫咱去工厂。工业界。工业界。做一个秋六。做个秋六。我们就怕病。咱就怕病。几年以后。几年以后。我们就可以了，咱就会使，也没什么困难，那就没什么困难。再进一步，再进一步，可以做经理，再当做经理，都可以，都会使。世上无难事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只怕有心人，要顺其志，这叫做顺其志。父母叫我们做好事，父母叫咱做好事，要去做去，咱就爱去做去。父母都说我们做坏事，叫咱做坏事，我们可不能做，咱就未使做。要理智的辨别，就爱用理智来分辨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大号。亲一道，育亲一道。现在你们都求到了啊！咱这帮求到，父母还没求到了，父母还没求到啊，父母还没求到，公婆还没求到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得有信心，你得有信心。去以后，等起了后，快，较紧，度父母，度父母，度公婆，度公婆，来求到，叫伊来求到，这最要紧啊！这想要紧，还有呢？够呢？父母，父母，做好事，做好事，做善事。咱袂使甲伊阻止。你他是一个善人，伊是一个善人。那你就是小善人。你又是小善人。很好啊。啊，真好啊。父母头脑有时候糊涂了。哎，有当时啊，老爸老母头脑糊涂，想做坏事，想要做歹代志，骗人呐、啊，骗人。老人就在了。啊，多人个济。你知道了。你知影。赶快劝。较紧劝。不要做。唔通做。他不听。伊无听。人家至情感动。提至情感动。跪来跪，抱着他哭，抱一靠，感动他，给感动。我的孩子这么明理啊！我囡仔哈明理，都变成这样子的，我才变成安尼呢。不爱做，还不爱做。回心转意，啊，就回心转意呀、啊。哦，那你就很见效啊。啊，你就是真好啊。我就不管他，你也不管你。他给人倒了一千万，刚倒一千万，带着你跑掉了。啊，你走去呀。带你走去，啊，带你走去啊！买一栋房子，买一栋厝，将来你再出来，将来你再出来，人最后都点了，啊，人就给你点，讲了，就给你讲，依然不出息啊，这囡仔无出息，啊，没有意思，没意思，不要跟他接近，唔通跟伊接近，我看过嘛，这人看过，这一辈子完了，这一世人就完啦，我们要注意，咱来注意，啊，那还有呢？够呢，大大笑，大大笑，就是。这个最大的，这上大的，就是究竟孝，这是究竟孝，是什么呢？是什么会呢、啊？我们人都要死啊，咱人拢爱死，父母也要死，父母也爱死，父母死以后，父母死以后，他的灵性，他的灵性上哪去？要去倒位去？我们是我们责任，这是咱的责任。我们希望不希望我们父母做仙呢、啊？是不是希望咱的父母做仙？我们有没有？我们都不会愿意叫父母做鬼啊，那都没讲管你叫父母做鬼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都希望父母做仙，都希望父母做仙。我们愿意不愿意父母死以后回来再做人呢、啊？那希望父母死后再回来做人吗？不爱，不爱。为什么不爱呢？谁来不爱呢？假使靠死，我们父母没修到半道，那你父母没修到半道，死了，是啊，一定会来做人，一定会回来做人。做人呢？做人呢？巧合，真巧合。转变你对面呢？转变你的对面。好人做孙。好人做孙。你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。哦，你还抱他？你搁改抱？哦，那就惨了。那就惨嘛。啊，所以保护父母啊。所以保护父母。不能做人。别当做人。唔当正来做狼。唔当正来做狼。不能正来做牛马。别再正来做牛马。更不能做鬼。搁
应该袂使做鬼。我们要保护他。咱来保护伊。怎么保护啊？要安那保护呢？很好啊。几好呢？叫他求道。叫伊求道。我们本身。咱本身。要修道办道。爱修道办道。所以立身行道。所以立身行道。扬名后世。扬名于后世。显父母。以显父母。孝之中有。孝之中有。你想尽大大孝。咱想要尽大大孝。我们要。渡人，咱来渡人，我们要讲道，咱来讲道，成立佛堂，咱来成立佛堂，我们要开荣分家，咱来开荣下境，假使你供养光满，假使你供养过满，你做一个大仙，你做一个大仙，你父母，阿弥陀佛庙，成了仙父仙母，就成了仙父仙庙，那他也不会回来做人，也袂当来做人啊，也不会做鬼了，也袂做鬼，就做仙，就做仙，你说容易不容易啊？你讲容易不容易？容易不容易？容易不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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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道，修道，修道，办道，办道，忙里偷，忙里偷闲，可以行功立德，你就会当行功立德。二十几岁开始，二十几岁开始，三十几岁，三十几岁，四十几岁，五十几岁，父母没有了，你父母无啊，父母就做仙了，你父母就做仙，为了父母，所以为了父母，要修道办道，爱修道办道，自然，自然，修道办道，爱修道办道，我们家孙，那个家孙，也要修道办道，啊，爱修道办道，修道办道关系是太多太多了，所以修道办道。关系太侪太侪，天命在世，即马天命在世，有人领导我们，有人领导咱，这么多帮助我们，哈侪人帮助咱，咱个无伊无要办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听话，爱听无？我讲这些话哈，对你讲讲正话，大家好好想一想，咱家己要好好想一想，好理，好好理，去做，咱就去做，反正对你有帮助，反正对你有帮助，好了，好啊。